太子殿下，你在羽君山所见的银蝶又叫死灵蝶，它的主人就是这四位里的最后一位，也是当今天界最不想招惹的一位，血雨探花花城。我姓谢，单名一个莲字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在家中排行第三，大家都叫我三郎。你算过命吗？没算过。那我帮你看手相如何？好啊。那你的命格很好。好啊，怎么个好法？你性情坚韧，极为执着，虽遭遇坎坷，但贵在永远坚守本心，往往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此术福泽绵长。朋友，你的未来必然繁花似锦，圆满光明。太子殿下，你为何要带着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手？心乐，你交什么朋友自不必我说，但我也知道你太容易上当。你身边站的是个什么鬼东西？我不信你到现在都没觉察，你怎么还敢站在他身边？请问太子殿下，这名红衣少年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哥哥，你手肘压到自己头发了，好好睡觉，不要说话。可是哥哥，那现在是谁在和我说话？下次吧。下次吧。我会用我原本的模样来见你。不要害怕，我很快就回来了。不要，三郎，三郎！既然到了，哥哥为何一直不上前来？莫不是和三郎生分？所以之前你不肯给我看的真容就是这个。好极了。哪里好？从来没有人见过血雨探花的真容，而我们初见便是坦诚相待，不好吗？晋江文学城，墨香冯秀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寻声工作室制作，金韵凯歌录制，玄幻广播剧《天官赐福》第一季，敬请期待。不是故意要脱你衣服的，哥哥。三郎，你醒了？哥哥要是想和我一间屋子，何不早说呢？